我是澳门泳里皇宫谭伟的谭国锋。谭伟一直都是秉持着应时而食的理念，挑选时令的食材入宅。冬天我们一定不少都会用蟹来做菜的。来自挪威的红帝王蟹很适合新年做家宴，它的外表尊贵不凡，深红色的外壳布满尖角，蟹爪蟹钳令它看下去好像一位手持权杖的帝王，充满霸气。煮熟了的壳和肉都是鲜红色，极之配合新年宴客的色彩和气氛。挪威的红帝王蟹在严寒的北极圈海洋中生长，蟹肉饱满多汁，可以拆肉后做出多种不同的菜式。作为前菜，可以做一道带有潮汕风味的蟹卷，是一款充满鲜味的炸物。主食可以是一道中西荟萃的焗饭，既体现到经典粤菜炒饭的手法，又可以用到来自西方遥远角度的鲜甜蟹肉铺面。各种食材的风味融合，口感亦非常丰富。冬天豆苗当造，用挪威红帝王蟹做爬豆苗呢道传统菜式，颜色上红红火火，好有新年气氛。过年是中国人和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，我们一定会用最珍贵的食材去烹调令人窝心的味道，一个家的味道。